成语故事系列，杯水车薪。小朋友，你有听过杯水车薪这句成语吗？想一想，你觉得一杯茶可以扑灭一整车着火的木头吗？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杯水车薪的故事吧。或许可以在故事中得到不同的想法哦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贩卖木柴为生的樵夫，他每天辛勤地上山砍柴，总是要把木柴堆满整辆柴车，才愿意下山回家。在一个夏天的午后，樵夫推着满满的一车木柴，准备回家。但是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又渴又累的樵夫心想，如果不小心中暑，可能好几天都不能上山砍柴，我还是先到路旁的茶馆喝口茶，再赶路回家好了。没想到，当樵夫在茶馆坐下，正准备喝茶时，就听到外头有人大喊，失火了，失火了，柴车着火啦，快来救火啊。樵夫立刻站起来查看，发现是自己的柴车起火了，于是丢下手中的茶杯，慌慌张张地走到茶馆外。眼看着大火快要吞灭整辆柴车，但是附近根本没有水可以救火。情急之下，樵夫想到刚刚点的茶水还没喝完，连忙走回店内，将剩下的茶水泼向着火的柴车。但是小小一杯茶水，怎么能扑灭熊熊大火呢？柴车的火势越来越大，一瞬间，樵夫辛辛苦苦砍下的木柴与柴车变化成了灰烬，而樵夫只能站在一旁难过的哭泣。后来，杯水车薪这句成语便用来形容力量太小，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的意思。小朋友，当我们遇到问题时，一定要仔细考量自己的能力，千万不能贸然行动，否则可能会得到杯水车薪的结果哦。小朋友，听完杯水车薪的故事后，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？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。今天的故事是缘起于，因为天气炎热，樵夫决定先到路旁的茶馆休息，再赶路回家。过程中，樵夫的柴车突然起火，但是附近却没有水可以灭火。情急之下，樵夫只能拿茶水灭火。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，茶水不能成功扑灭大火，因为力量太小，对事情的帮助有限。小朋友，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杯水车薪的故事了呢？接下来，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。过程中，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，认真的想一想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如果你是樵夫，你会怎么解决柴车失火的问题呢？如果你遇到不能单靠自己力量解决的事情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为什么？小朋友，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？快和你的家人、朋友、老师分享吧。成语小教室，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。今天的成语杯水车薪，是形容力量太小，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，主要是用在完全没有效果的情况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杯水车薪可以怎么使用吧。
这场雷雨只是杯水车薪，无法解决常年的干旱问题。节能减碳需要全国人民的合作，如果只依靠政府，犹如杯水车薪，依然不能阻止全球暖化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与杯水车薪相关的成语吧。相似的成语有于事无补、无济于事。相反的成语有不无小补。听完故事后，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？小朋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